你在学校吗？在公寓。我在这儿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被吓着了。在那别动，我过来。不用不用，你别过来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你发我一个定位吧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你别过来哦。就在那儿等我。干嘛？怕我走丢啊？我过来呢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忙归你忙，不用管我。我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？我可以自己待着。我嗓子难受。你怎么弄的？不是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发烧了吗？你看医生了没有啊？还是自己吃药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嗓子难受。你这样，你打字跟我说，你快点，我着急。